跟妮妮。今天我们在 kitchen。之前我们已经拍过用电锅煮饭系列，有的是火饭、鸡饭，有的是鸡丝，放很多东西，然后煮饭。嗯嗯。但是今天要决定第一名是哪一个？我们要做最好吃的煮饭，所以今天的煮饭是。煮饭披萨，煮饭披萨。所以要分开呀，对呀，还要分开了，对呀。那三二一，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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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男生对。女生对 ，Yeah！ 现在有两种电锅，一个是比较贵的 Panasonic 的，一个是比较便宜，但是还是蛮好的。所以要再讲，然后可以选这个电锅，然后买一个是的，调味料那样的也不行，不行，白饭。还有洗澡，然后一起煮饭，就这个选。OK。OK 吗？好。那先要选这个苹果吧，这个石头。不，要杀这个。金强，怎么了？我们不是现在要煮吗？好像这个坚果没有里面的果子。哎，不是。这个不这个不是啊，太大了。哦，这个呢，太小了。那我们赢了，耶！怎么办？我们没有活板吗？我们不是拿干板吗？哎，什么声音？真的不是叶贝，但是刚好有。哎呦我的电锅，这可以用吗？啊，这是我们赢的呢，阿爸没办法了。哦，谢谢阿爸。生活の仲間，阿爸。哇，这个真的不是叶贝。哎，哇！你们看，功能更多哎。对啊。好好哎。可不可以换啊？大哥交换一下。我们的伙伴。不行，我们刚刚赢了。啊！你不是我们的仲間吗？刚好我们要用的东西在这边，好嘞，给你们，这个也很好啊。这个对，当然很好啊。好，那你们买什么食材啊？我们买的是这个香蕉、胡须章、玉米浓汤。哦，原来，我们想做玉米浓汤饭。哦。味道又很浓，还有加鸡丝哦。鸡丝？鸡肉？对。鸡肉玉米浓汤。哇！什么广东话？是第一次。好，我们的食材是这个。锅。鸭血麻辣火锅。对。鸭血麻辣。鸭血锅。嗯。对，因为火锅的话有很多种的食材。好聪明哎。对吧？那我们要煮饭吧。哎 ，OK， 然后换他们，厨房去。对。太。啊，但是有个我们的食材有点太大，所以也先把钱吧。我们的也差不多了吧？那我们要先倒一杯的量。哦。那我们也要选放这个火锅的汤吧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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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然后
沥完的料倒进去。哇 ，OK， 看起来好棒。OK， 进去啦！よし、ランチ弁当、ポチ。这个里面有真的很多很多食材，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内超级幸福，好好吃，口感的种类超多，很棒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应该比较好吃，我们的比较好吃啊，因为你们那个是辣的嘛。如果评审是怕辣的怎么办？我们这个是不管男女老少，老少咸宜，老少咸宜都可以吃。而且呢，它还要再是加一点点鸡肉，非常非常的入味。但是这个看起来太小孩子的感觉嘛，对对对，有点太普通的。对对，这个是大人喜欢的味道。对对，先给评审吃。对，那欢迎来我们的 Buddy， 我们的 Buddy， 我们可来了。那今天我们做两个，用什么什么食材煮饭，所以可以决定哪一个比较好吃吗？好。还有你要发表他们的分数，最大是五，最大是五分，最低是零分。你想吃哪一个？可以知道是用什么做的吗？这个是玉米浓汤的，还有这个是鸭血麻辣锅的。哦，鸭血麻辣锅。对，那我喜欢吃麻辣锅。哦，原来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。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。这个太好的，这个不是称赞的感觉吗？这不是称赞哦。我觉得有入味，入味，有那个味道，还蛮特别的。有不好的部分吗？对我来说不够辣。不够辣，不够辣。那你试看这个鸡丝玉米浓汤做的。大口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，那个温西姐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对，这一边的比较没有味道，而且好像干干的，可能是放比较久了，所以有一点干干的感觉。但是这个玉米好像有点硬硬的嘛，我再吃一个看看。玉米好像有一点硬硬干干的感觉。那可以发表他的分数吗？麻辣鸭血的分数是四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哇哦，还想再试试看。那他呢？这个是玉米浓汤鸡丝饭，他的分数是两分。这个没有味道。对，你要是这样吗？对，有可能真的，因为我觉得很好吃。我也很喜欢。所以我说过吧，这个是女生或是小孩子喜欢的。我们要找女生，是全球的男生。对对对对。那我们交换吃看看。吃这里。好吗？没有。我觉得饭跟多玉米浓汤更细细的，更有粥的感觉的更好吃。你们觉得这个呢？我觉得很好吃，但是有点太辣。对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这个菜饭的个性很辣，很辣。OK， 那这次的比赛结束啦，谢谢。好，结束了。
我们赢了，所以今天有ご褒美的计划。赢的20有ご褒美。ゆうくん，你喜欢火锅吗？哦，是喜欢呢。喜欢吗？喜欢。那给你一个很好的就是一天吃三餐火锅先锋。现在不是ご褒美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会很胖。嗯嗯，ご褒美。而且早餐也要吃火锅吗？太重了吧！其实我这个我也挑战过，还有那时候，超级幸福的一天，所以我也让你体验这个很好的生活。这一定不是健康，真的吗？对，这个是。对呀、啊，跟我们比起来算好嘞。对。饭团呢？我泡面呢？对，所以我们都有这个一天吃什么什么的，你也一定要。好好好，那我好好接受吧。那大家想看ゆうくんの一天吃三餐火锅先锋的话，一定要看。还有我们四个人都有这个一天吃什么什么先锋，大家要看全部哦。今天的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